到南势九三，那大家有猜到今天是爬什么山吗？没错，那我们就跟着走吧。好，现在走到了华新街，然后就要往左边，往华夏科技大学。这边就是木栈阶梯，前面还有个凉亭。凉亭上来以后呢，这边有三个岔路，右手边就是回到华夏，那我们就走左手边。现在就可以看到湖的公园了，这边。韩国街步道真的是蛮轻松好走，很适合新手上路，或者是雨天撑伞慢慢走也是可以的。然后现在又一头岔路，直走是往新店的彩城路60号，那我们就走右手边往福德宫，还有620公尺。右手边是往福德宫，要去三角点，所以手左边。三角点前面有一株满地的桐花，非常盛开哦，非常的漂亮。来四角山三角点到了 ，get。其实想要挑战看看，那我们今天就往紫竹寺的方向，好几株油桐很盛开，早晚也不错，一路阶梯向下，没有难度，但就是有点滑。
到口的时候继续往下走。这一段产业道路，这边回转往动物之家方向。好，现在来到了上次走到的这个路口，右边这里是可以往云龙寺，直走这边就是往土城大金山的地方。上次走过，我们现在就往回走圆通寺吧。好，现在是自由岔路，我们再继续往玉皇宫、天宫庙、慈云寺方向。好了，来到了玉皇宫，这边导览图，我们再继续往上到。见天登山步道，好，现在来到了一线天。请问人家说要从这边下去，有点大，有点陡，小心哦，好小路哦。好好好，好，谢谢。一线天呢 ？Oh my god！ 停一下，应该是不会上的。我知道别的体验哈，非常的窄耶。哦，下面点比较宽一点哦。哦 ，OK， 挑战成功，出来了哦。是的大门，然后下面就是有一只石像跟一个狮子展望。现在绕了一圈又回来这边了，现在往国旗岭。下去就接产业道路了。从那边下来，然后继续往外面。已经走了捷运站了，今天这样子环行一圈，大概走了快3个小时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喽。